进来的朋友早安，待会我们10点半就会开始今天这个 live。早安 ，morning。待会我们10点半就会开始了。进来的朋友可以先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参与我们等一下的 live。今天我为大家分享怎么样去style 我们的头发卷发的。OK， 好，早安 ，everyone。这样子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已经是第13集的这一个 live。这样子，我们今天这一个主题呢，是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家里用对的一个 styling tools 去 style 我们的这一个头发，就是弄卷这个头发。因为常常就是我的客人啊，我自己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时候看到那些很美的一个卷发。就是卷的头发可厉害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除了就是我们 hairstylist 帮你们去 style 去卷这个头发，就在家里其实你们可以用什么 tools styling tools 去 style 就是弄卷这一个头发的，就是其实有很多种 styling tools 是可以弄卷这个头发，只是我们要确定的是自己想要怎么样的卷，比较 curly 或者是wavy 这样子，好像上个星期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些wavy 就是波浪型的这个卷发，或者是有些好像浪漫型的这个卷发，不会太卷的，或者是好像 Barbie doll 这样子比较颗粒的，所以今天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弄这个卷发这样子，你给大家看一下一些卷发的 style 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一个星期我给大家看的，就类似这样子的浪漫的卷发。哦，它的卷度呢 ，wavy hair 大家可以看到是波浪型的，整个头都有卷发，卷的。所以这一个波浪型呢，可以看让人看起来很优雅，然后很高贵，或者是我们可以讲是风情万种的感觉。好，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种这样子的，这个科呢，它就会比较集中在一起的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wave 呢是没有弄开的，就是它是比较集中的这个卷度这样子，它也是可以通过一些 styling tools 去把它弄出来的啊。然后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 Celebs Talk 的封面的这个女生 Wan Ying， 她的卷度呢，就是我保留她尾巴有点直的感觉的，所以呢，她的卷度就是有点波浪型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得到。So normally 我会在magazine shooting 或者是一些杂志的拍摄，还有就是上次我们这个 Celeb Discovery 的拍摄，这样子呢，我会用也会做这一种这样的造型。我喜欢用这样子的卷度呢，这些波浪型是因为
它可以把这个头发的这一个层次带出来，然后卷度呢，它的光的折射在它的头发上面，它就可以把这个头发的颜色也很完整的这样子呈现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常常会把模特的头发弄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要让那个灯光打下去他的头发的时候，他有这个折射的感觉出来，所以我就会弄了这个 wavy。 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弄成这种卷度，大家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做。 OK， 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男生哦，男生也可以弄卷头发，就会比较随性，可能会有点没有这么整齐的感觉。 OK， 大家可以看清楚，看到哦。 OK， 这个是男生版本啦，比较短的也是可以这样子的，这一种波浪形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要在家里怎么去呈现这些卷度呢，所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啊 styling tools， 啊 styling tools 有很多种在市面上哦，所以有一些就是啊比较 common， 大家可以知道是这一种啦，就 curling tong 这样子的。 OK， 或者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种，这一个 hot roller。 OK，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里的时候要去弄这个卷度，所以首先你的头发放给大家看一下。 OK， 所以你们的头发洗了之后对不对，吹干了，把它吹干，吹整齐它之后，在做之前呢，先把这个头发梳一梳它，让它不要打结在发尾。所以梳的时候尽量从发尾开始，因为刚才我已经稍微有啊梳一梳了，所以这样子发尾这样子梳一梳。如果你在家里的时候吹了之后，把头发的发尾梳一梳，让它不要打结，对不对？然后就你在做造型前面呢，前呢你要用这个头发的保护 protection 的这个油去保护这个头发，因为我们用这些 styling tools 呢，它会有这个热能的，就是它有这个热度，所以它有一定的就是在头发上面会造成一点热度在头发上面。所以呢我们尽量就是我在为我自己，我每天都会用这个 Lavi Oil 的，因为这 Lavi Oil 呢它主要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头发，就是首先它是可以让那个毛鳞片就是 detangling 还有顺服回去，还有 repairing 的。所以你就要查，我按一滴先哦，一滴一个泵这样子在一边，其实已经，然后你就这样子戳开。 OK， 一滴在这边查了之后，可以不用用太多先哦，最主要只是让它有一个保护层。 OK， 然后在发尾这个部分擦了 Lavi Oil。Lavi Oil 我们大概是在七年前的时候 launch 的这个 Lavi Oil， 这个 Lavi Oil 的 Argan Oil 来的，其实是还有 Sunflower Seed， 所以它在这个 Beautifying 的这个 effect Nourishing 还有 Detangling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所以你在做造型前，我是没有放任何啊其他的产品，我只是放这个 Lavi Oil。 OK， 所以放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先把头发分左右了，分左右，就左边一个 section， 右边一个 section。 好， OK，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 rolling 这个头发，大家可以看得到。 OK， 首先我擦了这个 Lavi Oil 之后，我就开始 roll 我的头发。进来的朋友早安，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也可以把这个 video 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就是有些朋友也可以知道他们在家里怎么样去 roll 他们的头发。So OK， 在家里呢我就会这样子，首先我从这里开始了。 OK， 哪一个 section 随性的哪一个 section， 大概这个长度。所以我今天的课呢，我就会选择就是向后的，就是那个课是向外的这个全度。所以我就拿了一撮上来，然后放上去选。我喜欢用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我是比较顺手在用这一个可乐哦，然后夹着它就可以了，这样子夹着它就可以了。 OK， 而且它就是不会这么烫手这种可乐。 OK， 然后拿另外一个 section 后面的这样子拿上来。 OK， 大概就拿一个 section 上来就可以了，大家看到吗？
头发尽量是拿高的 ，OK。然后之后我也是用大的，上面用大的 ，OK。如果你要那个圈，那个波浪是比较大的呢，你就可以用大一点的圈 ，OK， 这样子，然后就夹着它 ，OK， 两粒就好了，然后第三粒 ，OK， 这里我就尝试用比较中等的圈，这样子 ，OK， 然后也是这样子放去里面 ，OK。卷它，之后夹着它就可以了。OK， 然后剩下这些就这样子分，你可以分成两个 section 这样子。刚开始的朋友呢，可以找那个手感先，然后你就之后当你熟悉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到你真正想要的那个圈度，比如说比较小或者比较大这样子。OK， 然后这里也是用中等的圈。OK， 我这样子卷进去，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会可能会没有这样熟，对不对？所以你当你熟了一段时间，比较熟了之后，哦，你就会比较顺手了的。OK， 可以这样子卷，卷上去都是往后的，我的圈都是向外，可以这样子夹着它，然后这边。下面的这个地方呢，我就会用比较小，就是小的圈，因为我要让它的圈啊更加微闭，所以我就会用比较小的这个圈。OK， 卷上去，然后夹着它。OK， 这样子就好了，就等它冷却。OK， 然后另外一边放下来。也是一样拿上来，大家可以看到不用急的，就是慢慢的，最重要的头发一定要吹到干完，因为如果你头发有点湿气的话，可能它就用这个柔乐它就还有湿气，它的效果就没有这么理想。 OK， 这样子卷， OK， 把它卷起来， OK， 之后夹着它，可以看到哦，然后上面这个部分是拿起来一个 section， 其实这个 section 呢最好是那个 roller 的大小， OK，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做习惯了，所以我们会去拿捏，所以你们在家里练习多几次也是会很可以很顺手的这样子去做了，转向后面， OK， 夹着它，然后到中间这个 section， 这个部分呢我会保留，因为等一下我要用另外一个 styling tool 去呈现，所以我就从后面开始，后面这样子 ，OK， 后面这一 part 我拿一个 section 上来，这样子 ，OK， 所以这里我就用中等的。真的是卷的。OK。夹着它。剩下一个 part， 也是这样子。因为刚才我已经梳了，所以一定要 make sure 那个头发是梳到很顺的。它出来的圈呢，就会很滑很顺啊， OK， 然后这样子把它卷起来， OK， 卷起来呢，你们夹稳了之后可以去就是妈妈们啊，或者是啊女生们或男生们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东西，就是可能你上网啊什么这样子，让那个头发冷却，我们一定要让那个头发，这还是热度嘛，要让它的这个柔乐变冷，就是让它冷却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子，让它冷却了之后，它的圈呢就会比较稳固一点，然后就比较 lasting 一点。所以这一撮我留下来呢，其实我是想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弄给大家看的，就是我用 straighten 呢，这样子的。因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它其实它圈出来的这一个完变装，真是。Hello， 早安 ，Louis。
今天呢，我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把这个头发在家里可以用不同的 styling tools 去把它弄卷的，就是弄卷为 V。就是其实我们卷呢，我们有说比较curly，curly就是很卷哦。wavy 呢就是波浪形，波浪形啊，浪漫形这样子的圈，它是有分别的哦。所以我现在是用这一种，所以等等，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纸板的嘛，纸板，所以它弄出来刻呢是比较不一样的，它的 wave 是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跟你这一撮这样子拿起来。当然这些你们就要小心咯，因为齁它就会比较热一点，所以你看我也是要很小心放上去，方向也是要弄到顺，掉下来那个不要理它先，因为你已经手比较顺了嘛，等一下才做touch up， 就是看有些好像没有弄到的，等一下我们再做，不用紧的，就让它停一个算一下10秒左右，慢慢的放，可以慢慢的放，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圈是这样子的，有点直的感觉的、哦、这一个该掉下来的我们放上去、okay, 拿着这个夹子板呢 straightener 它有大，拿了个圈比较圈一点呢你就用小的，如果比较大一点呢它的圈就比较大一点、哦、这样子10秒左右就放，所以你们不需要太担心，是因为这个温度我是调到180左右，它可以去到220，就是很热这样子，所以就是你放180它就不会怎么，就是它不会对那个头发造成的那一个伤害会更大，就是它还 OK 的，因为你也擦了这个 Lavi Oil 去保护它，在你做头发之前你把擦这 Lavi Oil 去做一个 protection， 所以它对这些 heat 是一个 heat protection， 它是 OK 的。OK， 这样子做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圈是这样子的感觉，它发尾这里就保留一点直了的，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动它也是，然后这里有点时间了嘛，我们就可以开始把这个放下来。 OK，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圈，它这个的形成的圈呢很快的，因为它的那个这个roller它是会热的，好，所以放好下来之后不要动它。OK， 所以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 roller， 然后我有一些客人呢我也教会他们怎么样去用了、啊、怎么样去用这一个 roller， 他们也很喜欢那种感出来那个圈出来的感觉，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手势就没有这么厉害，说可能夹这个 curling tong 啊，或者是自己吹那个头发啊这样子，所以你用这个 curler 就很好，这种 curler OK， 然后放掉它，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看它的圈，它可以很圈的、哦、很颗粒很颗粒的 OK， 然后这边放掉，不要动它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圈已经蛮明显了对不对，不要动它，然后开外面另外一边 OK， 它也是圈了之后，另外一粒，大家可以看到，哦，其实我大概刚才从开始到现在，大概应该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哦 ，OK， 放掉。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那个头发有弹性啊，很看下去比较包是比较多啊，就可以用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圈发呢其实可以制造一种很优雅很高贵的这一个 image 的，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是它很风情万种的感觉，所以大家就看到这样子对不对，不要急着去用手把它拨开，还是让它冷却，让那个圈那个头发让它冷却先、哦、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些造型，刚才我给大家看了就这样子的感觉、哦、这些其实是它自己的有一点自然卷，然后它 set 出来的 OK， 这样子的头发，这一种男生的头发
它是长发，但是还有点微卷这样子感觉。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 ，OK。因为我在等着冷却，所以给大家看一些其他的造型，或者是这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圈发哦，它没有很圈，它是微 V。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要制造，就是如果要这样的效果呢，它是其实是我们叫包吸，它就是很有弹性的那个头发。大家可以看得到，哦，它很有 volume， 它的圈都在下面这一边的。OK， 就男生们可以做的一些发型长发的时候呢，哦，然后呢，它现在差不多冷却了，对不对？我们就用手这样子去弄开它。大家可以看到吗？它的圈就会很有弹性。对，其实感觉脸都会变小了，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个头发呢，就是你的头发，当你的 volume， 我们讲头发是一个 frame of the face， 就当你的头发很大的时候呢，就是有 volume 的时候，你的脸会稍微修饰，可以修饰那个脸型的。好，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这样子。OK， 轻轻的梳它，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要大大的梳它，是因为我们要让那个 shape 保留在那边。好，你可以保留那个它的这个弹性还有它的弯度。我的朋友呢，不是我的有些朋友和我的客人呢，他们就会是啊早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刀了先，他们用那种 sponge 啦，也是这样子感觉，我就把他们做一点微烫在发尾。所以他们就会卷进去，然后到 office 的时候他才拆掉。所以很多时候他的同事就会问他，诶，你头发是烫过吗？其实没有的，他们就是做一些 roller 在下面这样子。我有个客人呢，他自己本身我这样子 set 了之后呢，他自己也是去找这个 roller， 他就去到英国那边，就是去找这些这样子的 roller， 然后就在那边他就直接去 set， 就买几set这样子回来去 set， 因为这个 roller 很方便的使用。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圈哦，他是很有弹性的这样子。OK， 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要做你的分线。好像如果你想要做这样子的分线，放一边的也可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做这样子的分线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放一点 spray， 这样子它就可以很好看了它的这一个 wavy， 还有这一个 wave。然后呢，就不需要去再梳它还是什么这感觉，因为它等一下呢。他到晚上，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晚上可能会拍一个自拍 selfie 在我的 profile 给大家看，这个圈到晚上也可以啊，怎么样的感觉？这样子，他是会怎么样感觉啊 ？Hello， Susan， 对，因为这个其实这一个造型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做的这一个发型来的，它就是一个 wavy， 然后有点包系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把你的整个。我们常常说就是好像你的头发如果有做一点造型，再加上搭配你一些妆啊，可能戴一点耳环啊，而简单的一个搭配的，你就整个感觉那个时尚，然后那个品味都提升了这样子。它可以带出你的整个啊很浪漫的感觉啊，或者是很有女人味的，很温柔的这个气势也可以带出来的。这样子呢，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当然我们有做啊，做造型嘛，就是如果我每天这样子要去 style 这个头发的话，我就要怎么样去 take care 这一个头发。我自己本身呢，就是我会特别注重照顾我自己的头皮的，因为我必须要 make sure 我的头皮，我是时常运动，很喜欢运动，所以我也是时常有出汗啊，头皮也是会有点油的，所以我每一天呢，都会我自己本身的 shampoo 我是用这样子的，就是 hair grow shampoo， 就是让我的头皮最重要干净，然后它帮助长发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会用这个 Donut， Hair Donut， 用这个发型，我的头皮是够强壮，去 hold 着我的头发的。所以我就是在照顾我的头皮的时候，我就用这一个系列咯 Organic Hair Growth Series 的 Lavigato。然后呢，我头发方面的照顾呢，我就是用 Restructuring 系列的 ，OK。有，然后开给你看啊，等一下。所以我自己本身呢用的这个 shampoo 就是 restructuring 这个系列的，因为我也是要保护我的头发。这样子这个 restructuring 系列呢，它就是可以修复我的头发。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头发是有包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每一天都会用这个 conditioner 的。好 ，restructuring 的 conditioner。好。
女生的照片，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女生的照片就是这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啊，浪漫卷发的意思啦。你看到，你们看到它的圈，它不是，我常常说了，它不是很好散啊，它不是很紧的圈，它是很 loose 的圈的，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吗？它的圈是很 loose 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温柔的这一个感觉，还有它的灯光打下去，如果好像我们拍照或者在户外的时候，为什么卷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因为当你做卷发的时候，它灯光的折射打下去，它有一种就是很有层次的感觉。哦，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 Gladys 啦，我帮他做的其中一个造型。好，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比较紧，我们说它的圈没有弄开的，它比较集中的这个圈。然后今天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得到，王英今天我这 poster 用的这一个圈呢，也是她的头发，其实我帮她做了一个颜色，就是我她的头发本身用了两三种颜色去做，所以当她我要把她这个颜色呈现更明显呢，我就是做了这个 VV 给她，大家可以看得到，她可以修饰她的这个脸型，修饰到非常的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女生也可以做的造型。他就是一样，他同样是男生女生都可以 carry 的这个 wavy hairstyle， 很 loose 的，他的圈是很 loose 的，很松的感觉。然后发尾我就保留一点点的直的感觉，所以你们圈的时候发尾可以保留一点出来，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全部给他圈完去，圈完进去。哦，如果你们想要看到啊，首先想要看到更清楚的，也可以去 Celeb Discovery， 我们有那个整个过程去做 color， 怎么去 styling 这样子。OK。谢谢，好，这样子啊 ，Louis， 对，常运动的朋友呢，因为我们时常出汗呐、啊，所以我们的头皮一定要洗到很干净，是适合的，就是 Awakening 系列，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有用这个系列 ，Soothing Relief 的系列，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它这个 Rosemary 的味道，这样子这一个产品我其实我们在十年前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用了。因为我那时候虽然是短头发，但是我时常运动，所以我就是十年前的时候，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保护我的头皮了，因为我要 make sure 我的头发是长到很足够了，就我的头发是能够 maintain 到很健康的，所以我十年前我就用 Navigator 的系列去保护我的头皮，让我的头皮最重要它的健康、干净 deep cleansing， 然后它的头皮呢，你越早去保养呢，它就可以让你的头发maintain 在那一边、哦、然后头发方面呢我就是用 Restructuring 系列的，就 Restructuring 的系列，因为它是有修复很好的修复，还有 Restructuring 的这一个功效。然后 Conditioner 我每一天都用，好像我有些客人会分享说啊，我不喜欢，不是不想要常常用 Conditioner， 所以其实 Conditioner 可以每一天用，他们会觉得可能用 Conditioner 用多了会头发会比较扁啊，或者是油啊，这样子。所以其实如果你用到一个 conditioner 是对的，它可以让你的头发完全吸收修复到你的毛鳞片。我们最重要的 conditioner 是要用来修复我们的头发，修复了毛鳞片，当你头发健康的时候，其实它是会有弹性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头发是会有弹性的、哦、这样子你就可以每一天都用那个 conditioner。 所以有一些可能啊朋友就觉得啊 conditioner 用了之后会重吗还是什么，如果是你的头发可以吸收的 conditioner， 你头发是不会重的，好像我刚才用了 Lavi Oil 这样子，我的头发还没有重的，它也是松松，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好像很油的感觉、哦、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圈、哦、它是很松的感觉，好像 Lavi Oil 这样子也是，好像如果我们有时候用那个 Hair Oil 对不对，好像很多朋友会跟我讲啊，我用了油我怕我的头发很油，其实是这样子的，你们用 hair oil 对不对，就是好像这样子，这个 Lavi Oil 首先我们要知道用多少，就是好像我的头发这样子的长度，我一开始会用一个 bump 到两个 bump 就足够了，然后之后我就插在我的头发，只是插在发尾 OK， 因为我们如果是有一些 hair oil 我们就是用了之后它可能也是会是要会去使用这一个 hair oil，哦、make sure 它是插在发尾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做你的这一些造型咯，所以你用的时候最重要是找你怎么样去用，然后 make sure 这个 hair oil 和 conditioner 一样，也是它是可以让你的头发完全的可以修复和吸收，
但是你冲凉的时候洗的时候，它其实也可以洗掉了的，就这样子，它不会因为你长期的使用而累积，就是可能它就会 blockage 在你的头发覆盖在你头发上面，不会的。所以这些 conditioner 还有 hair oil 最重要是选这样子的这一些功效了哦。希望我给到大家一些分享了哦。好，然后不客气。So,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个，就是怎么样去照顾你的头发啊，然后怎么样去刻你这个头发，怎么样去用 styling tools 呢，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要 style 一个你们想要的这一个发型，对不对，选对这个 styling tools 是很重要。最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顺手，知道吗？大家要会顺手先，好像你用的时候，好像这一个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它是很好很顺手，你就可以 practice 这样子，然后卷着它，然后你这样子夹着它就可以了。就我自己也很顺手。然后如果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一个呢，为什么我会开始之后也会用，是因为它这个只有里面这里热，它外面只是还好，它还是会热的。所以这一些呢，你们就要用的时候就会要真的自己在家里 practice 的时候不要开电的，就是你要找那个手感，向前向后向前向后。所以你们抓到个手感了之后就可以开电，那个温度调最低，慢慢去 practice。 好像收了之后，好像我刚才这样子，它整个过程大概只有五分钟就可以搞定了这一个头发的发型，然后之后就 practice 一些这样子，一些高度越来越高的这样子，就难度越来越高的 styling tools。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我就选择了这一个这样子的很简单然后比较安全的使用的这些 tools 来给大家知道哦。所以你们选对了产品之后I mean styling tools 之后，就可以做你们想要的 curls 啊 wavy 啊，或者是更加卷啊，或者是有一点波浪这样子的感觉哦。好，这样子呢，今天这一个wave 呢，我给大家再看多一次，大概是这样的感觉。该旁分就这样，如果女生中分呢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到晚上呢，我也会拍一个照片给大家看，它到晚上的全度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大家也可以看我们我的那个Facebook 啊，这样子去了解。So 今天这个 live 呢就到这里为止。然后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头发的一些知识啊，怎么 take care 啊，或者是怎么样去选这个 styling tools 啊，你们可以 PM 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就是小编也会跟我分享，然后会给大家我的一些心得。我的一些看法给大家知道，所以你们就会了解到怎么样去照顾头皮，怎么样照顾拥有这个健康的头发，然后同时间去 style 你们想要 style 的这一个发型，这样子。所以记得头发我们要照顾到它健康，所以 when 它健康还有够 strong 的时候，其实你每天去 style 每天去吹它是没有问题的哦。好，这样子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提问，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Thank you. See you guys next week. Bye bye.